猪，大傻猪，鸟，鸟，鸡，香蕉，菠萝，葡萄，这是葡萄。Olivia， 这是什么？香蕉。小狮子不要香蕉，小狮子要爸爸妈妈。变了一团团乌云，急急忙忙地赶来集合，天空马上暗了下来。突然一把大刀向乌云砍去，乌云裂开了，没想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巴西有一场赛车比赛，在这个比赛里一共有九辆赛车。比赛开始了，赛车道两边有很多人为他们加油。前有一个孩子叫司马光，他看见水缸旁边有一块大石头，水流出来，水缸里的小朋友的就了。